我是公关的处长，到110年，110年10月5号，花莲港华东桥，12:04。我拍的是，拜拜，再见喽。我的日本母船载运一用3000型3032辆编组的日本母船，终于在花莲港驶离喽。挂号码多少？拜拜，超感动的，终于要离开台湾了，要回去日本。啊，如果喜欢片的话，咱们就在我们的地方片。其实这艘船就跟这个左边这台3000型一样，黑红色，对吧？相呼应啊，就可以这次妙明地离开的。如果喜欢片跟帮咱们都在点我们大家看到了吗？远处离开了，在12:06，渐渐的驶离花莲港了。哎，又获利哦！啊，闪又获利。单电筒，又是速捷声音都收回。拜拜，日本母船再见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把咱们多多点我们大家帮忙，好了，这次再见，拜拜。